那 Baby 有哪一位让你觉得需要特别推荐给大家先提前预告一点点的吗？提前剧透一点吧，我觉得翻糖的做翻糖的那个老师真的非常厉害，因为他把他自己曾经做过的蛋糕拿过来的时候，就是难以想象一个蛋糕他可以把一只带羽毛的动物都做得栩栩如生。哇，对。